公子请安。小兰姑娘。林公子，我们家小姐前几日买了把扇子，这是送给您的。这是为我买的。对啊。秦风是他的性子。林公子喜欢吗？喜欢。我不是问你喜不喜欢这个扇子，我是问你喜不喜欢我们家小姐。你为何这样问？因为我觉得林公子比温公子更适合我们家小姐啊，而且对我们家小姐有情有义。你为什么还不赶紧行动啊？我重病缠身，就不要拖累别人了。